上，天天都在塞，一个人天天在感慨，没有你原子和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奉献生命中的一切。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是学会了转念，
然后其实转念也是一种能力，我觉得转念这种能力是需要学习的，你必须要再去了解自己，去承认自己，去宽恕自己，你才有转念的能力。然后以前我没有这个转念的能力，可是现在我有，我慢慢的在学习转念，很多事情转念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糟糕。然后像我这次也算是挑战自己，没有拿壶上来，我其实挫得要死，可是我觉得这也算是自己想要挑战没有看谱，因为我的脑袋实在是记忆力很差，我就宽恕脑袋的平凡吧。对啊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丽姐的表演吧。哦，好，这样。那你不想我调咖啡？哎，可以再下下来，因为我会看。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喂。
Thank you.
的。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么忙碌的科技，怎么会有时间认识？没有，就是我是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去找老师上课，然后这个琴其实是高中的时候就买了，然后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有去找老师好好学吉他，然后后来就觉得说，啊，应该要好好把握时间，然后把吉他学好这样。然后就像等一下要带来这首歌，就是 18 and Life， 然后歌词里面说的就是 It's 18 and Life we know your crime is time， 然后就是告诉大家都要好好把握时间，然后就是希望说今天所有来的大家，就是如果你们有梦想的话，就尽力去追这样。然后跟我室友说，有喜欢的女生也要尽力去追这样。鼓励我又为我带来了 18 and Life。
这首呢《凡人歌》，不是凡人难念，超难。那简单说一下，就接唱的部分。明天一样4:30有接唱啊，那个也可以欢迎来参加，或者来听。今天听不够，明天还可以来听。然后如果要来给我们打赏，我们非常欢迎。对，我们庆功宴，洛克老师说了，打赏呢就靠大家了。谢谢。他们上次去唱的时候有接头了打赏吗？好像400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400块我们扣掉场地费200，好，那我们可能会去10个，对，所以一个人就20块去7-Eleven庆功宴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20块庆功宴，对，打赏就麻烦大家了啊。好，开玩笑，那墨雨要直接开始吗？好，就时间不多，我就直接开始。然后我今天带来这首《凡人歌》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接凡人歌。
现在是苦口婆心的跟学生说，你们要练基本功啊。你在做的事情跟我在做是一样的。对。PK。其实老师也有那种坦白，他说一开始教我最难的不是教我吉他，是怎么说服我。只是我的 老师他跟我坦白说，其实一开始教你的时候，最难的不是教你吉他，是怎么说服你把自己的就是基本功练好，速度慢下来。因为你知道吗？人是会有那种自己的成见，不、就是成见，还有那种自己的固着，就是你已经习惯这样了，那你就是会这个样子啊。刚好我就是会弹吉他才去找老师，所以已经有自己一套的思维模式。非常优秀，非常优秀。好，不管你讲什么，我都会讲非常优秀，可能客套话。优秀，开玩笑。好，那那个，我跟他调一下音啊。他没有去，他现在现在有什么？
之前有组一个动漫的乐团，那因为个人毕业在小弟我呢没有什么时间哦可以处理，所以就先暂时休团这样子。哦，那就刚好就拿来偷一下，拿来用这个表演。好，来，那这个这样子目前准备是没有底的嘛？好，那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奉劝各位没事多练琴，学到用时方恨少。那我们在台上是很奇妙的关系哦，这是我的得意门生，这是他的得意门生，得意门生生，得意门生生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抱抱。